Hello， 我是张良，现在要来挑战最画脸片。第一题，最近的口头禅。Tonight I'm here。你接下来的1440分有空跟我说说话吗？今天做最想做的第一件事。最想要回家练习乐器，但最后都变成在家玩手机。最多可以几天不出门？没有算过哎，但是可以很多天。可以哦，如果家里食物够多的话。最推荐的私房赛新景点。推荐白沙湾。有一次去人家算塔罗牌，然后他说我适合往北海岸走。最讨厌女生什么举动？就是比如说搓脚趾头啊，或是太大拉拉的剔牙，然后弹牙线。这很 over。平常其实最想打电话或传简讯的对象都不太会耶，但如果真的要的话，何浩晨吧。基本上每天醒来都蛮想要抹去昨天的所有事情，没有啦，其实还好哎、欸，没有什么太。我觉得就是过去跟学习都是成长的养分。最怕痒的地方？嘎吱窝，腋下，如何？可以吗？哦，哎，这不错，这不错。你有人生最胖的时刻吗？小学。这样，然后戴眼镜，穿短裤。我小时候暗恋我们班的副班长，没有告白，不敢告白，然后就毕业了，没有告白，然后就毕业了。最近心动的对象，红蛋，因为红鸾心动，喉卵，红卵。你要最完美的约会行程？都好哎、欸，我觉得就是跟喜欢的人做什么都好。可以的话，可以就是出去游山玩水，我觉得就很棒。那你演艺圈最好朋友是谁？何先生。你们已经要好很久了。蛮久的，因为就是因为认识很久，然后慢慢的建立那种信任感，所以就比较好。自认最 man 的时候，帮女生撑伞，或是帮妈妈拿东西开门。最有效的撩妹情话就是，你看着对方的眼睛，然后说出你的真心话，但不要太真心。就是比如说，哇塞，你今天怎么回事？今天不一样哎，今天真的是我看过你最美的一天。定格。最喜欢的一首新歌，就是有一位那个力昂兄他唱的《说说话》。我用道别代替感谢，你用祝福代替告别，走在这陌生的街，好像拨一通电话，无人回应的号码。哦，划破夜的心意，次一次放弃，懂事 ，Nothing but a broken heart， 请你对我说说话。谢谢你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